饿了还。哎，丽儿，去给我烤饭。我经过同步给食啊。哎，欧阳，你在跟香港口做面干来看，你信不信？丽儿，我问大姐了。不好意思，时间来我紧张，无从连那个。哎，丽儿，李经理啊，我同你整咩云南公司操劳，你个样样心无情，我不要来客了。好的身体，哇，你个有精神。哎啊，你讲嘛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时间确实过紧张，我无从连那个。哎，是咩？哎是。你个男宝贝咪个？这个唔知啊。哇，我爸爸今日叫你咩个？你阿妹唔过来咩？哎，冇。有咩叫我送我老婆来？哎呀，咪养心啦，咪老婆来跳啊，我背着你。来，接着接着讲，能讲。嗯，这个电话该讲讲啊，唐旭。对呀。嗯。阿伟拿着就是无来病。喂哦，到接那个病官，你样样给什么高音就是。是，你唔知嘛？有妹，佮是我生我老婆个女妹。咩好打啦？阿妹本身就吃过诶，你话当生你老婆，你放心啦，我刚刚娶了回国，当然要全部给你生你老婆。我给你搞住。嗯，直接家里边我都点食，本来都佮硬兴诶，出点鸡只。哎，心偏个，咁不看到你。可能只只个心做埋嘛，你去咩嘿？好食都好。是。哎喂，今日就钓波人哈，你白开波，杀开波就赢哈。经理啊，只阿妹长时间拢买个，即系做。哎喂，只阿妹本来也是硬兴个。明明就是硬兴，你我大意哈。莫只是我个老婆结婚个纪念只。我就想啦，来生一件比较有意义的礼物。想来想去，我就不要只有饼干。你无早上，到我落来不要过了。是啊，你什么做你个心情来着呢？我老婆就想要吃这只家里饼干，我去买了呢，就用这咩个时间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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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用气来开着心情。啊，干什么？哎呀！